Jason Brandwood。呢個商場咧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停車場啦，咁我哋今日嚟嘅時候咧泊車都非常之容易，咁我相信因為好多鋪頭其實都未正式開啦，咁所以仍然都有好多嘅位置可以泊嘅。咁如果唔揸車嘅人咧，其實可以搭 SkyTrain 站咧，可以直接嚟到呢一個商場，所以我覺得呢個地點咧交通係非常之方便，而且咧呢個商場亦都有好多大嘅品牌進駐咗裡面啦，咁所以係非常之吸引。嚟緊咧，如果佢開曬所有鋪頭咧，我相信會成為 Burnaby 一個熱點咯。另外商場咧有一個叫 The Red Room 啦，咁呢個亦都係個大嘅賣點。咁呢個 Red Room 咧其實就係一個大型嘅娛樂中心啦，裡面亦都可以有一啲餐廳，可以方便咧一家大細咧裡面又可以玩啦，又可以食嘢。咁我自己覺得咧就非常之細心啦，譬如啲媽咪咧就可以喺出邊血拼，咁爸爸咧就可以帶住啲小朋友喺裡面玩，咁都幾好喎。穿過呢條天橋咧，就會去到 food court 嘅地方啦。哇，原來呢度咧嚟緊都會有海底撈火鍋喎。其實過去一年裡面咧，我哋都好少出去食飯嘅，基本上咧多數都係屋企自己煮飯啦。咁依家咧能夠出去食飯嘅時候咧，就特別覺得感恩噶啦。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嘅感覺呢？已經好耐冇食過韓國嘢啦，咁今日咧特別嚟到呢間韓國嘅餐廳啦，就想食啲湯飯嘅。每次睇完一輪餐牌咧，其實我哋都會係叫翻相同嘅嘢嘅。咁我老公咧就一定會係食呢個豬骨湯飯啦，我就一定係豆腐海鮮湯飯。咁我仔咧就通常都係食面嘅。多謝大家咧，同我無無聊聊咁行咗一日啦。咁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 subscribe 啊！